炫登国际旅车是公司哈，对啊，咱公司的这个员工非常的健全，哦、很棒。我们 CEO 就是王子轩，啊、哦，子轩，我们子轩哥 ，CEO 好、哦。我们总经理就是我们坤达啊，吴坤达，坤达啊、哦。我以为坤达是16吨那个嘞。啊，我小马姐嘞，我小柯啊，我柯之汉啊，柯董，嗨，年少有为。啊，我咖喱来，咖喱来，狐狸招对啊。啊，亲爱的朋友，狐狸哥哥，好、哦，谢谢啊。谢谢我今天很多好朋友，对呀、啊，线上也有很多在看黑面艺人粉丝团，是啊，杨靖宇的粉丝也很多，就这哦，他是我们凤凰旗下的艺人，是在凤凰、啊、有演戏吗？啊、有演，但是主要是唱歌，之前是在那个台湾那么旺歌唱比赛比赛2年的时间，唱歌真是厉害、哦、唱歌就是两种人，好听跟不好听哈，要钱跟要命、哦、像我就是要钱，这个就是要命，我是要命哈、哦。他唱歌没有什么缺点，就是高音高不上，低音低不下来，中音又不够强，是哈、哦，不限音啊，所以这样呢，大家好听才可以衬托出对啊，我的待会还有吴森美、钟彩颖，还有向慧琳。哇、啊！我们的电音姐姐都太厉害了。炫登国际旅车租赁公司，拜托大家支持啊！是，我是首席顾问。哎、欸，顾问呐、啊，品牌顾问就是主只顾都不问，要租车可以找我。对、哦，找我呢，我会打到骨折啊！哇，太棒！我们刚刚一来、欸、看到现场好多、這個、很多超跑、欸這個、很多名车，对，你看、啊、大牛、小牛、法拉利。还有我们的破事都有、哦、我们宾士那个什么 BMW 什么啊慢那个都有啦，全部都有，你还什么其他电赛台灯啦，等一下可以吗、哦、开回去是不是，我阿法嘛很多啦，首席顾问 LM 嘛很多都可以啦、哦、首席顾问你家啦，首席顾问找我就好了，对，但是像如花我就不想载他，如花